主料：猪耳朵豆酱500克，肉肠100克，尖椒2个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味精、葱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材料：猪耳豆酱、肉肠、尖椒、葱。把尖椒、肉肠、葱切好，备用。锅烧开水，放少许盐和几滴油，放入猪耳豆角，将其焯透，捞出备用。起锅热油，爆香葱花，放入尖椒炒匀，再放入肉肠炒匀，放入焯好的猪耳豆角翻炒均匀，加盐、味精调味，快速翻炒均匀即可。出锅装盘。烹饪技巧：将猪耳朵豆角提前焯制，方便后续的操作，也可以不焯，直接入锅炒制，但要加一些清水将其煨至熟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